词。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东里国中吴胜正吴校长。好，用三分鞠躬作为开场哈。各位与会的嘉宾们，各位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家长，还有我们的今天的最佳男女主角毕业生和在校生哈，大家早安，大家好。好，首先呢，非常欢迎各位今天波隆到我们学校的毕业典礼了哈。我知道这一个多礼拜应该是各校的毕业典礼的旺季哈，但是大家有心有力就一定能来嘛，对不对？所以今天有来的，跟大家深深的鞠躬，谢谢。谢谢各位的帮忙，全力的支持，让学校继续成长茁壮哈。今天啊，很特殊哈，包含我们几个同业工会的哈。今天是我校长生涯里面发出的第一张毕业证书，对，非常的欣喜，但是也觉得我的责任非常的重。那我自诩跟所有家长报告，跟所有前辈啊来做一个报备，我一定会努力、用力、用心、用情的把东里国中好好的办好。好，那今天啊，我要非常的祝福我们的毕业生。好，我看到这边有怡琳、怡欣，来跟他们挥挥手啊。欣荣，好，巧一、佳琪、淑敏，怎么笑成那样？好，丽琳，好，我们的开心果俊宝、逸翔，还有我们的半花是吧？还自取的哈。若仪哈，听说若仪妈妈也到我们现场跟阿姨，对不对？好，谢谢你们来哈，完成这个阶段的学业，毕业了，但是其实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了哈。我们非常谢谢啊，在场的家长们，还有我们的高中职的校长还亲自过来哈，还有我们的家长们一起来共同见证他们的学习。那这些孩子，我第一个印象一进来就是礼节非常的十足。足到呢，有时候五分钟要打三次招呼，我都不知道该回还是要什么啊、哦。那为人处事上面、礼节上面，我们啊，在这一年来，从去年八月一号过来，拄着拐杖过来，拄着助行器过来哈、哦。去年呢，脚有点受伤，但是呢，这真的是一个友善的校园。同学们刚开始是而已说：“哎呦，我问你哦，我们新来校长是不是小儿麻痹哈？”哦，到最后说校长我扶你哦，不然就是说校长我帮你拿东西哦。我们办了很多的活动，我也看到这边的孩子啊自动自发哦，收拾东西啊真的是不用人家哈、哦、费心，自己去动了哈、哦。在这一年来，我们啊跟着我们是全校啊、哦，反正一台车坐了就走了，我们一起去三仙台、去金坛，我们一起去露营，在阿门溪学习呀、啊。如何来做陷阱，如何射箭，我们呢、啊、也一起啊到地方上，到安德参加一些爱心活动，我们呢、啊、也去参加了包粽子，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搓汤圆了哈。我想啊，这是教育人应该做的哈，包含地区上面的打扫，包含绘图扫街，我们东里国中绝对不缺席。这边我要很谢谢我们的教务处，谢谢我们的学务处，总是呢让地方上的活动做一个连结，社区学校化、学校社区化，我们正努力这样做去。在同学们欢欣要毕业之际，我要在这边啊，勉励所有的同学哈。第一个，请记得所有的师长们、家长们对你们绝对把你们放在心中最美的一块，不一定是最软的哈，但一定是最美哦。而且呢，包含所有的祝福都满满溢注在，因为孩子们，你们好。你的家长一定非常的开心，家人永远是连结在一块的，而学校呢绝对非常的祝福你们的成就比在座的所有的老师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要勉励所有的毕业生，第一个，请你们一定要记得身心健康哦，要看好书做好事，然后呢有能力的话帮助别人。第二个呢，一定要大量阅读，学习的能力永远终身学习不断。第三个，要有国际的视野，因为唯有这样才可以让你的人生更加的宽广。以上三件事，第一个身心健康，第二个要多阅读探究的习惯，第三个要有国际观。
这就是我们东里国中学生的图像，以及啊，希望各位未来在走出东里大门之后，你们满满的一个能量，然后来勇闯你未来的人生。以及一还是很祝福在座我们十位的帅哥美女们，哦，我们今天因为毕业典礼，因为你们的这一场盛会，我们齐心堂，我们带着祝福，也带着对你们的期许，希望未来你们有自信，不要忘记东里国中一样随时会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天再度的祝福所有毕业生，也祝福我们今天一会所有的嘉宾身体健康，阖家平安美满，谢谢。